家好，我是管资系的王真雅老师。我相信在大家的生活中，可能多少都有遇过看到一堆资料或是数据，但是没有经过任何整理，让你从中看不出这些资料到底有什么意义。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习惯把生活中所有的花费记录下来，但是当你记录一段时间之后，面对一长串的资料，你却看不出来到底有多少钱花在吃饭，用了多少钱买衣服，娱乐又花了多少，他们又占了多少比例。但是当我们运用一些资料分析和图表化工具之后，可以把这些资料处理一下，他们就会变得有意义，而且一目了然。这门课就是从这样的概念出发，希望借由一些观念和工具的介绍，让同学有能力把一堆杂乱无章的资料用最有效的方法去呈现它的特性。这门课是由我李青龙老师还有林俊宇老师所共同制作，课程中会介绍微软 Office 里面的四个软体，包含 Word、 PowerPoint、 Excel、 Access。这些软体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有用过一些，所以在学习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障碍。我们将会精华性的介绍这些软体里面跟资料分析和图表化有关的功能跟特性，同学修完课之后就会具备综合性应用这些软体的能力，相信对你的工作和生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欢迎大家一起来选修资料分析与图表化这门课哦。